我有点不知道这一集的重点是什么，到底要讲什么是边缘 Z， 还是要介绍这些包包？大概都讲了。大家好，我是 Paul， 周到周英文一起读。Gen Z 都 OK，Gen Z 就是现在最年轻的，应该讲不要讲最年轻，因为下一个年轻的就 Alpha 这一代要出来了。不过 Alpha 现在可能还在就是小朋友的阶段，还没有长大，所以现在主导的可能就是20岁上下的，就是 Gen Z 这样子。那再往前推一点点，就 Millennial。Millennial 就是可能是千禧年前生的这样子，接近千禧年但还没有到这样。那至于我就是 Gen X 这样子。好，所以 Gen Z 跟那什么是边缘 Z？ 边缘 Z 就是你有那么一点点摸到 Gen Z 的这个边缘，可是你就还真你不是他们。所以我从这里先看一下哈。So people in their twenties are often categorized as Gen Zers。我最近也才搞懂这个 Gen Z。的人加一个 er 怎么念？我曾经一度以为他念作 Gen Zer， 不对，因为 Gen Z 是必须把那个 Z 的字母发音的，你要先把 Z 讲完再加er，所以叫做 Gen Zer。嗯 ，OK， 应该对啦，我也是看一些影片看到的。好，所以大概就是二十几岁的人通常被称为 Gen Zer or Young Millennials。OK， 那。哦，所以叫 Young Millennial， 所以真的真正的 Millennial 不是 Young Millennial， 就再往前一点。好，但是也有另外一群人，他们活在这个 on the cusp in between both generations 这样子，所以在两代中间的这一个边缘上的，所以他们就叫做 Cuspers。好，所以先打下这个字给你看。我们一般讲在边缘也有一些其他字，我们算蛮常介绍的 Margin 也是边缘。或者说verge 这个字 ，on the verge of something，on the brink of something， 这都是常看到的一些所谓的边缘的字 ，edge 这个字当然也是就是了 ，OK， 好，所以这个 cusp 也是，所以 on the cusp of 两个世代中，所以这边这个 TikToker 他在说的东西就是啊，就你能够分辨到底这个人是一个 cusper 还是一个 Gen Zer 的重点就在于他们背什么包包这样子。好，所以根据这个 influencer， 他说的是 the best way to identify if you're a cusper is by what your going out bag looks like。所以就是你这个真的出门玩带的包包看起来怎么样子。所以所谓的 going out bag， 那它的 logic 是很简单的。好，所以要是你是一个 ，so if you opt for a smaller early 2000s Y2K vibes purse with a short strap meant to be worn on the shoulder only。You're a true Gen Zer， 所以要是你是 Gen Zer 的话，就是现在正在年轻的世代的话呢，你会带的包包就是有短的袋子 ，short strap， 那它呢就是只有背在肩上而已的，所以就是长得大概是这样。OK， so a purse with a short strap meant to be worn on the shoulder， 就戴在肩膀上这样，那你就真的是 Gen Zer。那事实上这个是。他这个算是采取了更早的复古的造型，说实在的。但是 ，however， if you choose a purse with a longer strap that can do double duty as a shoulder or crossbody bag， and if it's specifically not a Lululemon crossbody， then you're an old cusper。好，所以那 older cusper， 对不起，所以要是如果你是 cusper， 你不是 Gen Zer 的话，你背的包包呢就是比较长的肩带。So， 他说的是一个 longer strap that can do double duty as A or B shoulder or crossbody bag。 所以我们这边这个标题说的是我们就是中文常讲斜肩包，斜肩包，那所谓的斜肩包其实没有肩膀这个字，它的字其实是 crossbody bag， 因为它在你的身体前面横跨过去嘛，所以找给你看 crossbody bag 就是这样子。 OK， crossbody， 那只要你的这个带带够长，你都可以把它当成 crossbody bag， 这没问题。当然你叫它 shoulder bag 还是可以的，如果只给你 shoulder bag 的话，它这个看起来至少还是比较长的样子，似乎就这样。哦、oh, so that's all there is to it。 他认为这两代不同的分别就是这么简单可以辨别的出来。他甚至还讲有一个特别的牌子 Lululemon crossbody， 让我们可以来稍微看一下。哦 OK， 长这玩意儿，长这个样子，这就是 Lululemon 这个品牌，是很有名的牌子没错啦，好像专门出瑜伽服的、哦、所以比较运动型的一种带带这样子，所以要你带这个东西的话，那你就是 older cusper。 OK， 哎、欸，等一下 ，not a Lululemon crossbody， 所以不可以是。OK， 所以你带的不是这一款的话，你就是 older cusper 就是了。好复杂哦。OK， 我不知道多久没有买带带了，真的。我现在用的皮夹是我爸留下来的。
好 ，anyway， 那如果是那种很小很小的袋袋，所以 the tiny purses of the Paris Hilton era that older millennials remember all too well have recently been brought back and adopted by Gen Zers. Hence the distinction. 所以我刚说的没错，就是 Gen Zer 他们现在戴的袋袋其实是复古的，是 Paris Hilton 那个时代的。也就是我们这些、啊、不是我们啦 ，older millennial， 你如果讲 older millennial， 离我也蛮近的，就是因为 Paris Hilton 也大概是我的往下一代，他大概差我几岁、哦、比我再年轻一点点 ，OK， 所以这种小小的一个代代这样子，所以现在已经被 adopt 回来变成 Gen Zer 的打扮了。好，所以今天就介绍几个代代可能会有的样子，那下面还做介绍一下 Casper 是什么。好啰嗦，说实在，我再读一下好了 ，OK， 因为反正我觉得这个东西今天是我想介绍的，所以 BuzzFeed 这个网站 defines a cusper as someone who was born on the cusp between the Gen Z and Millennial generations， 所以刚刚讲的 cusp 就这个边缘这样 ，specifically between the late 1990s and the early 2000s， 所以你要是在1990年后期到了。2000年初期的时候生出来的话，所以你真的也就是二十出头，就是 Casper， 再晚一点点就是 Gen Z 了，这样。所以 Gen Z 现在应该真的说起来是十六七岁的人，大概吧，我想。OK， so Casper might identify with aspects of both generations and struggle to define themselves solely as either a full Gen Zer or millennial。呀，所以他们可能在定义上，在他们自己的这个 identification 上会有一些。挣扎，因为他们不太确定自己到底属于哪一个，真的要分吗？我真的不知道、欸、I don't know。好，所以甚至这里说 ，Casper 通常被称为 Zillennial， 把 M 换成 Z， 好有趣哦、喔！你看这些名字真的真多哎、欸，我觉得，我相信再过几年就要开始讲 Alpha 了啦，现在还在讲 Gen Z， 你们很快就要被时代淘汰了，就像已经没有人在讲 Gen X 我这个年代了、喔，像台湾以前还会讲四年级、五年级什么之类的，所以如果用台湾这个算法，我是六年级、哦、那我在上面一点点是五年级。我还记得当年有一个《明日报》的这个新闻台，那个是 Web 2.0 刚开始的时候，那在那个时候就有一个五年级训导处，我还记得，所以那个时候就聚集了一大堆那个时候所谓的社会中间分子、哦、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大概三四十岁。那个时候是五年级当道的年代，那甚至包括一些社会上的有名的人，像杨照啊或这些的，都算是五年级的人。那到现在他们已经也都变成了，五十岁以上六十岁的进入老年了，所以现在我是社会的中间分子，虽然说我一点都不觉得啊、但四十几岁是在 run 这个世界的时候，我认为啦，我或许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事实上做决定的还是更老一点的人，例如说。在政治，在这个政府里面的决策者，例如说 Joe Biden 现在七十几岁，哇 ，he's in power, right? So we actually don't know who runs the world, but maybe it's a fun question to ask, but not within this video though. 好 ，anyway, 我是 Paul， 我们下次见。